的啦，怎么啦？没看看注意到嘞。太机场就没了啦！可以等啦。北京那个男人抱在桌上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他就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啊，就很可爱。那头发用多久？没有，就是十分把它照片还不错，搞上去。不要，因为刚没有想到要戴假发，后来就是弄家超人的感觉。还好有轩的配合，不然这小时我可能演不完。无形不动老瓜，老瓜呢？刚刚我们就踢球，跟大家加油，再守望一点，哎。